蒙古国经典作家勒哈格瓦苏荣撰写的话剧《失传的玉玺》，是由本国著名导演巴特尔先生重新编导，一年内演出了117场次，每场演出座无虚席。这是对只有300万人口的蒙古国来说，史无前例、十分罕见的现象。中国驻蒙古国大使柴文瑞先生观看本剧后，高度评价了话剧《失传的玉玺》所达到的艺术水平。话剧《失传的玉玺》叙述了距今2500年前在匈奴帝国发生的故事。用编排话剧《失传的玉玺》时，利用舞剧表演方式，并大量采纳了帕兹里克文化遗产、匈奴时期的出土文物以及游牧民族传统歌舞等素材。故事情节：匈奴帝国单于大小胭脂相隔几天生下了2个儿子，阿尔楚克单于连续20年没有临幸大胭脂齐齐尔，因此怀疑他新生的儿子不是自己的骨肉。其实大胭脂齐齐尔同右贤王俄格利格私通，其生下的儿子当然不是单于的。俄格利格右贤王劝谏阿尔楚克单于，以便解开他的疑团。阿尔楚克单于拥立太子时，选择了小胭脂古尔格勒所生的儿子。这样来，俄格利格右贤王把大胭脂生下的儿子立为太子的梦想破灭了。但他当机立断，让大胭脂将2个婴儿交换，以便把大局向自己的方向发展。阿尔楚克单于没有怀疑此事，就让小儿子阿齐尔继承尊位。遗憾的是，阿齐尔太子小时候被小马踢伤，成为一个智力缺陷、专横跋扈、无恶不作的傻瓜蛋。阿尔楚克单于不得不斩杀阿齐尔，准备把政权交给小儿子呼齐尔。俄格利格右贤王发现他的阴谋行不通，最终替阿齐尔向阿尔楚克单于求情告饶。但是阿尔楚克单于为了匈奴帝国的未来，毫无动摇地站在自己的立场。阿尔楚克单于为了减轻古尔格勒小胭脂的痛苦，决定用金剑刺死。阿尔楚克单于后来让大胭脂的儿子呼齐尔继承单于高位，但他不知道呼齐尔实际上是其亲生骨肉。俄格利格右贤王报仇雪恨，杀害了呼齐尔。同时俄格利格右贤王发动政变，篡夺君主地位之后，向阿尔楚克单于索要匈奴帝国的玉玺。突然上天暴怒，五雷灌顶，俄格利格右贤王当即死亡。乌鸦叫声和音乐的背景下，以如何管辖国家为题材的悲剧结束。乌鸦叫声和音乐的背景下，以如何管辖国家为题材的悲剧结束。